请问你有几个小朋友？我现在有三个小朋友。多大呀？有最大的是国中二年级。最小的现在要升国小五年级。那小朋友的学习的费用，让你觉得压力大不大？还算蛮大的。有些什么项目呢？平常在学校补习的数学啦、国文啦、理化，还有英文。还有外面的才艺训练啊。像刚刚这位小朋友是国中二年级嘛，哈。是啊。是大女儿。是我大女儿。她学钢琴。对。那其他小朋友呢？目前也在安亲班上课。有学其他才艺吗？有啊，弹钢琴啊，还有学一些美术会课程啊。那您本身在哪个高就？我在延吉上班。太太呢？也是同时在。这样子，你们的小朋友的学费啊，大概占您的收入的多少比例？30%左右吧，40%吧。那比例还是挺高的。对啊。新竹是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哈，刘俊秀，他有一个政见，就是要一般的民众哈，要比照军公教来补贴小孩子的学费。就是军公教补贴多少，一般的小朋友也补贴多少，你觉得这个政见怎么样？我觉得蛮好的。你认为所有的劳工或是市民都能够有这种福利的话，我觉得对家庭的帮助一定是蛮好的。对，我是蛮赞成的。OK， 好，谢谢。税收多少钱，他都有讲，我有提出一寡福利的政见，譬如讲以前的老人年金照还，老人年金。各位3500照还，过来呢，他都话，吼，咱的迄个演讲声呢，拢甲大家报告。我唔是干呐要做，干呐发老人金，我嘛要去发教育补助，教育补助了补助，就是比照公教人员的方式来补助，佮比照公教人员的方式来补助。比照公教人员的方式安怎补助？真简单，他都话，国教授已经讲过啊。你若读私立大学的囡仔呢，一年一学期，一个人一学期呢？可以補助35800元，这是不少钱呢，因为我现在我孩子都在读大学，所以我很清楚，很清楚補助多少我很清楚，我補助多少我很清楚，所以这是一筆不少的钱呢。